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弄了徐才厚，大家到现在为止很逗，菲菲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为他们什么时候反腐还什么，不是扯淡的事吗？菲菲，当刘源、当刘小江、当张海洋、当刘亚洲要去升官的时候，都要给徐才厚送礼的时候，你们要知道共产党这帮人就不行，就要弄死你。我管你是跟习近平好，跟江泽民好，还是跟胡锦涛好。懂了吧，菲菲？是因为当时他们都升官，都要送徐才厚、郭伯雄钱的时候，共产党这里面的人不干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知道吧？因为刘源、刘小江、刘亚洲、他们是张海洋，那是赵家人，他们都是人家的爹，都是井冈山的，懂吧？都是中南海的，都是。那你让我去，还要给你一个郭伯雄去财务，你不扯淡吗？对吧？我们不反了你干什么呢？我管你是这个张泽民的，还是后台是那个胡锦涛后台，还是谁？我都会干死你，因为我们都需要给你送礼了，开玩笑嘛，是吧？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真正的那个。